来看旧历九月初九是妈祖拜生日，向信徒虔诚来准备这青草的供道来献给妈祖，更加受信徒献愿准备600,000的现金，希望讲这天后宫会当代为处理。天后宫来表示讲，这名信徒是相当的低调，要求卖对外来公布伊的名。天后宫也来表示讲，为着要供上圣洁的妈祖拜生日，加买来捐赠总共300箱的民生用品，要来给镇内3个弱势团体。鹿港天后宫在中原普渡，将1000多袋大约40,000元的奖品，委托老吾老基金会。台湾来中华和管台高雄镇独居老人，也够继续的好，奠定经济弱势民众，减轻着因生活经济压力。在旧历九月初九，妈祖回生日，天后宫更加是接到一位北部的杨氏信众来献愿，提供600,000，委托被关和弱势团体。鹿港天后宫更加是加码，在妈祖回生日捐赠300箱的民生用品。加回到镇内3个弱势团体。这部剧的来源也是咱北部某一个杨姓立委啊，伊因为来县县啊，伊就讲啊，伊要捐600,000的现金哦，予咱庙的啊来帮伊运作，啊要来捐予咱老吾老基金会，啊个志诚慈善会，啊个中医慈善会，哦啊同时咱庙的嘛搁个赔地。受惠的志诚慈善会表示，今年台经济比较较无好，捐赠的民生物资是明显减少了真多。天后宫的这捐赠的物资是拄啊好派上用场，就代为来分发给镇内弱势家庭。相当感谢天后宫一个善心人士的爱心。非常感谢咱鹿港天后宫哈，也要捐赠阮一批的这个物资哈。那么今年在咱物资的募集方面哈，嘛真正有较少。那这个天后宫关怀阮这个物资呢，对阮来帮来讲哈，捐助这个，阮是希望这个要来救助咱福禄寿一寡这个独居老人啊，甲一寡较弱势的单位哈，我们会把这一批物资来做充分有效的一个资源分配。天后宫表示，因的资源出自于社会，用自于社会，长久积极投入公益慈善团体，将这条妈祖的慈悲甲大爱的精神。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使妈祖的爱会当永远延续下去。就是大清流，鹿港报道。